下面请您欣赏学习和表演者郭德纲于谦。谢谢啊，刚才那我也早发现了啊。哎呦呼，我的快递看见了吗？是够快的，别花钱，千万别花钱啊。这个来了捧我们，这就够感动的了，感激不尽啊。你送着花你搁不了几天，这玩意儿您还想怎么着？待会儿我在这桌子上绣一个收款的二维码。您各位来了，哎，一扫凭什么呀？说这意思啊，这说相声呢，跟观众之间，咱们就是一家子，对，亲如一家，对不对啊？咱们都是自己人，哎，你看刚才这其实也是自己家孩子，都没外卖。因为大胖子叫杨鹤通，是啊，杨鹤通是我徒弟，站在外边这个呢，叫冯兆阳，对，这是于老师的徒弟，哎，那是我徒弟啊，你别看于老师徒弟不多，哎，一个是我亲儿子，一个是我干儿子，对。刚才这就是我干儿子，没错啊，特别开心，是能够跟儿子站在同一个舞台上，这叫怎么说话呢？因为到我们这个岁数，你先等一会儿吧，就喜欢孩子。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哎，什么事情？哎，您把台上这几位给拎清楚了，怎么回事？把我也算进去了，您这儿子里头，你跟他不一样，多新鲜呢！他是干儿子啊，我是亲儿子是吗？我得批评您，于老师。干嘛呀？这么大年纪了，这么一个成熟的演员啊，不要一天到晚的在伦理方面找一些个包袱，不好。这是说我呢吗？对对对，啊！而且你说小孩儿啊，站台上说哈，这个刚学相声那个六七岁十几岁是站台上，我是你爸爸，你是我儿子，观众觉得厌恶。哦，那俩孩子品格不高。哦，格调不好。真到咱们这个岁数啊，谁是谁爸爸也就无所谓了。对，有所谓，就这事儿得弄清楚了。你呀、啊，你想太多。我就告诉你一句话，于谦，你记住了。怎么着？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。哼，我也得要啊！你要我还得给呀、啊！我凭什么呀？你愿意喊是你的事儿，我凭什么愿意喊？我不会了啊！我得问那几个孩子。我干嘛呀？我怎么那么贱呢？好，行，拉倒啊，没事啊。压根儿以前也没事儿，你看这人是非吧？你看见了吧？怎么了？那么大岁数啊！我呀，你看说相声，什么叫说相声？各位啊，这就是说相声啊，这就是说相声的最高境界。嗯，就是聊天儿，哎，那就是说话。最怕的就是让您看出来这俩人在表演，这就完了。你看，比如刚才我们这个小玩笑啊，啊，这什么谁是谁爸爸，谁是谁儿子，那是玩笑，对对吧？但是你要让人看出来很刻意的了，哦。看着假了，这就没意思了。哦，看着假了就不行。观众看完得想，是不是真实？这谁那么执着呀？这是我替观众那么开心啊，就不用了，没有人当真。一晃啊，跟谦儿哥在一块儿，我们认识就20年了。对，真感慨，是时光荏苒，岁月穿梭，这太快了啊。这个认识他是一个很偶然的情况，是。当年我落魄在北京，哎呦，谈不到，也没人认识我，也没人知道我，嗯，也没人管饭，天天饿得看谁都是饼。嗨，在那个情况下，人家介绍了认识于老师。哎，当年谦儿哥那会儿已经改行演小品了，就不怎么说相声，还演电视剧。对，那个叫什么小龙人那会儿啊，嚯、哦，那可早了，是吧？嗯，头上有犄角啊，嗨。那是个主题曲，有那个吧？有，他那会儿演那个犄角啊。我演犄角？不是，我这戏也太次了吧！我这、哎、没有那个角，没有那个角啊！我演鸡呀、啊！我告诉你，我要去举报你！嗨，这举报我什么呀？这个那么大岁数，一天到晚、啊、有点正形没有？举报我说赖一字儿啊！你演小龙人那个啊，是那里边的人物对啊，这一晃。一路走下来啊，感谢谦儿哥，您太客气。郭德纲在相声舞台上其实顶多占20%，那剩下那80%呢？于老师和他的家人啊，这都搁他们身上了。合着很多我们的同行指责过我，说什么呀？郭德纲那个相声听不得哟，他那个相声离开于谦的媳妇儿跟于谦的父亲就没法说了，就不行了吗？我其实我很感慨老母。老少爷们们，你们得疼啊疼啊我。怎么呢？我打小啊说相声站桌子里边出身，捧哏呢、啊。我在桌子里边站了10年，
嚯，十年捧哏，谁站在外边谁说我？哦，他们也说郭德纲他爸爸怎么着，郭德纲他们家怎么怎么着。嗯，因为这个词儿就是这么设计的，相声谁站在里边谁来这活儿。你别看我台上说谦儿哥这那个、嗯，你知道他分钱的时候都乐成什么样了吗？喂，嗨，你提这干嘛呀？那是工作呀，啊，这角色嘛。而且我们不能说别人呢，我，哎，你看那排那是作为大胖子哦，你大胖子比孙越还胖、哎、啊，他媳妇儿叫碧玺，如何？哎，行了行了，我这儿没说完，他菜刀上来了。急了，他揪着我上派出所打官司，我一点辙也没有。哎，我们只能说自己，其他行业也不能说，也不行。你看我这儿说完了，那儿就发微博，明天我们俩就得道歉，这就完了。你为了糊口，天天道歉，我们还干点别的不干了？就说是，只能说自己人。嗯，当然现在说自己人也不行，说自己人也容易让人举报去。是啊，天天在台上说说于谦的他爸爸，说还说跟于谦他媳妇儿。你没说呢，你自个儿就美上了。你这个，我就想，天下怎么，行，别想了，你，你还不如说出来呢。我其实从小的时候，我从艺那年啊，我七岁，嚯，我是先学的评书，哦，评书开蒙，我是评书开的蒙，哦，九岁呢，学的相声，哦，干了这么多年，一直到80年代末期。嗯，说相声实在不挣钱，就是我就唱戏去了。哦，啊，那会儿京剧、评剧、河北梆子，嗯，这三个剧种我都干过。嚯、哦，我当年搭小班，什么叫小班？所谓的小班，就不是您想象的国家的什么大院团呐、啊，嗯、哦，国家拨款的那种剧团，不是。那小班，一帮老艺人，嗯，带着几个在团里没有工作的演员啊，哎，加上我们一帮孩子，二三十人。嚯！租一堂戏剧服装，我们就出去演出去了。嗯、上哪儿啊？这叫小班，净唱什么外县呐、啊、庙会啊什么的呀。嚯嚯！就指着这个、嗯、唱一场戏挣6块钱。啊！刚开始，后来唱一场戏是9块钱。80年代末期，我很知足。是吗？那会儿馒头是1块钱6个。嚯！哎，一天唱两场戏，那个馒头吃不了。啊，这反正够吃了。就这样呢，唱了5年左右。哎呦，哎，这后来又回来说相声，因为舍不下这行业，爱这啊，一路走来非常的感慨，嗯啊，包括刚才人主持人都说了啊，啊，学西河，对了，什么叫西河？就是西河大鼓啊，罢了，恭喜你答对了，啊、这我再答不对，你是不是嫂子跟你说的？我这事儿用他教我吗、嗯？我所谓的这个。跟您各位说西河呀啊其实指的是西河大叔。哦，大叔。我小的时候开始先说书。哦，天下说书的分两种。哪两种？一种是评书啊，一种是古书。哦，古书。评书啊，袁阔成先生说的那是评书。哦，哎，天津刘立福先生他那个、啊、都算是评书。嗯，他说聊斋什么的。是。刨去他们，剩下这些位，你说单田芳先生、田连元先生、嗯、就这些位先生啊，叫古书。哦，就是西河大古书。哦，这有一个古，唱一会儿说一会儿，唱一会儿说一会儿，也说大书。哎，你看田先生、单先生、嗯、啊，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嗯、他当家那个字儿，一个是田字儿，一个是连字儿，是，但是他们算是师兄弟儿。哦，这也排字儿，因为这个行业它是四大门派，嗯，眉清胡照。这四门下来到这一辈儿正好这是田字儿、嗯、这家这个呢是连字儿、哦。哎，所以你看他们是一辈儿的。嗯，我说书的这个师傅嗯金先生嗯他排连字儿叫金连瑞。哦，金先生。对，所以说我在评书门里边我的名字带个曾字儿。哦，下边这是曾。曾字儿您记住了，只要是评书曲艺演员名字当间有个曾字儿的、嗯、我们是哥们儿。哦，师兄弟儿。是干这个。西河大鼓现在也唱的不多了。哦、啊，河北省还有很多演员唱得好。哎，北方有。啊嗯、对，各位都听过西河大鼓吧、嗯？我要批评你们啊！是啊，一天到晚的，你们一听相声就搜点那个谦儿哥、谦儿嫂、谦儿爸爸怎么怎么着？那不是都是搜你的吗？那个啊，谢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。这些个传统文化没人继承，不就坏了吗？啊，西河大叔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我给你们唱两句，你们听听好不好？这是得听一听，好不好？好，你看我这个，我心里好难过，怎么就难过？你看往常要他们搭下茬的时候喊的可热闹了，
是啊，你给点正经玩意儿都快睡着了。哎，没有，人家喜欢听。你看啊，这多热烈。好，咱们就算唱完了好吧。就算唱完了啊，您得唱。得唱，我让他们把我那个道具拿上来啊。还有道具。孟鹤堂。好，来吧。哎呀呀呀呀，我带身上。这个你是吃完药上来的是吧？嗯，行了。好，搁在这儿就算掉不了了。那错不了，这就踏实了啊。好，这个你们可能以为是个小棒棒，但是我们有名词，这叫棍儿。嗨，还不如叫小棒棒呢。哎，有这个了啊。啊，还得有一弹弦的。哦，弦师。没有来，没来，我不知道他们这么开心。他们估计到了。哦，你们知道谁给我弹弦是吧？嗯，您请说。换一个吧，咱们好不好？别换一个，人这么期待。你让他们猜着，下回他不买票了。没听说过啊。我有个徒弟会弹弦，是，他的名字叫周九良。对，咱们请上来。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。得谢谢我们现场的观众们，好多姑娘跟着喊九良好帅，这些个无知少女啊。嗯，太棒了。他这叫三弦儿。对，但是我还真是没正经的跟周九良合作过。啊，没合过弦儿。嗯，我因为最近也很忙，其实沾古曲类的东西也很少在唱。哦，多少年不碰了。有可能那个手也不跟使，嘴也不跟使，所以咱来点别的吧，好吗？哎，这不，您说这么热闹，就到这儿结束了不成了？人就这特点啊！啊，您展示一下。周九良，哎叔，啊，会弹弦吗？会吧。你把那话筒抬起来，要不听不见你声音。会吧？啊，好，放下，要不听不见弦的声音。周九良是我们德云传习社的那批学生。哎，啊，这一晃来多少年了？来了十一年了，是吧？真感慨，来了十一年了。来那年啊，49，这一晃，好家伙，这没有啊，16啊，来啊，16岁来的。对，小的时候你不知道，可丑了啊。这现在可能是我看惯了，可能是。嗨，跟好多小女孩还都喜欢周九良是吧？谢谢大家的慈悲啊，也谢谢各位女施主，咱们试一试丝弦的高矮，好啊，让大伙儿听听西河大鼓是什么味儿的啊！来，什么调门？还是原来的调门。太好了，我就喜欢跟他用这种普通话聊天。对，我都没听明白。那是啊，你好了没？好了吗？来，好久没唱了，先唱一个这个，因为过去啊，西河大叔啊，我们讲究说三碗酱。三碗酱，杨家酱、薛家酱、呼家酱。哦，这一套书一说就得3个月，这么长。哎，说会儿唱会儿，说会儿唱会儿。嗯，所以后来有的演员因为时间长了，他觉得带着闲诗也麻烦，哦，就把这唱放下了，单纯的说书。哦，这就是说为什么好多你说田先生啊、单先生为什么光说不唱呢？原因是在这儿了。啊，有的干脆就光说不唱。哦，啊，你好了没？来。敲这鼓特别感慨，啊，那敲鼓都冒烟了，有日子没唱了，啊，有年头没使了。臣遵旨，都
叟精神我进的宫来，头上的凤冠压了腰带，蟒龙袍绣八宝福寿天来，右手扶着龙头的拐，左手搀着小小的巡差，走过了太和中和宝和三层殿，文武的朝房在左右该，楼台殿阁重修改，御史的栏杆一块白，当今万岁就在当中过，黄金钩拴绒绳啊，龙年分两开，老太太龙头拐点三点，参王拜驾，宗天的子龙生安里把头抬，微欠身形，君王还礼来了那安四海定龙台，岁年迈志不衰，桃花马马踏南唐御北塞，绣龙刀刀斩天下众英才，一腔热血赴圣主，哪个奸则他敢来，天波杨府的佘太君88岁老太太呀、啊。太痛快了，嗯，哎呀，你说要多少钱吧？哎呀，这还带给钱的呢。哎，唱一段先试试丝弦的高矮，合得不错。我自己也恢复一下，真好。我好多年不干这个了啊。那会儿有时候也是弄西河大叔，哦，也唱大叔，哎，说一会儿啊，聊一会儿，说一会儿，聊一会儿。嗯，这行其实挺好玩，这多好啊。为什么要加上唱呢？跟您各位说实话呀，嗯，啊，比如一下午3钟头的书，嗯，在书馆里边有这个，它轻省啊，唱到轻省，3钟头光跟那儿当当当当当当，好家伙，那得累死，嗯，得累的头发都得打卷了啊！我这累的，我这啊，不至于，你就别跟着起哄了，你这，哎呀，我这一下俩打卷了，在这儿。这个就能轻松一会儿，而且呢，和形式上呢多变，哎，对，不是光说，哎，还有唱，对，观众也喜欢，嗯。但是呢，过去的老艺人说书呢也挺好玩，怎么？他有时候就为了抻时间，因为一套书要说3个月，那就挺长的了。你要上电视台录去，30分钟一段，嗯，说多长时间？200块钱一段，录完完了。哦，书馆不行啊。书馆呢？书馆里边这一个书最少3月，3月之后换下一个书馆。哦，时间不够怎么办呢？所以每天书里边都兑水啊，哦，他得往长抻。有时候跟那儿一说书，一开始一说唱了，唱半天，你都不知今天是什么书。那您这有点夸张，唱半天不知道什么书。你看您也干了这么些年了啊，这也是老艺人了啊。那不算。年底我们准备搞一个于谦从艺3周年，然后一个才三年呢纪念活动啊。我这厨啊，这是我唱几句，您听听。我这张嘴我就知道什么书。你听听是什么书啊？可以啊。你要听出来怎样？你要听不出来又怎样？我怎么不能听不出来？您张嘴4句之内，我肯定听出来。听嘞 啊， 啊！4句之内你就听出来了。对了，太好了。嗯，4句之内要听不出来啊？嗯，咱们输点什么的？您说吧。我上你家拿点什么去？我也不动手，一进你门我一努嘴，跟我走就行。您唱吧，啊，别贫了，跟着。听的什么书啊？什么书？这没唱呢，您得唱呢。让你准备啊！哎，我听着呢。大众的
的佛台，您那慢慢的听，压住了锅碗，风景明宫，爱听闻来爱听舞，爱听见来爱听懂，爱听闻来包公案，爱听舞的有那水泊梁山饼，爱听钟来雕口我准，爱听见来审判红，半文半武拿柜台刘大人奉旨的钦差出了北京城，河间险险沧州下了山的东，听书的以为我把词儿啊忘啊，哪知我自幼学艺下过了苦功，倘若是人前把词儿来忘，指什么吃喝穿戴交下了宾那棚，黑狗撵着拨毛玉土，万公舌尖他是找直了崩，丝绦断了还得丝绦续，续上根麻绳子那可是不成，听书的各位往南边看，来了那能征管战，管战能征出虎其类八虎多脆，来了一位了那是虎将大英雄。哪段不知道，这不知道，你这一句正词没唱啊，你跟这儿待着，我上你们家领人去，再就回来没应这事儿，你这啊，不是您这一句正词都没唱啊，这叫书套子，全是闲白，一上来先说这就能占老半天功夫了，那是唱不短、啊、这是说书唱大鼓的技巧，你敢等着这里边书俩人一要见了面那个更麻烦了，见面想问个名字都很困难，这也能唱半天，那是你比如哪怕京剧舞台上啊啊，两军阵前啊，哦，这一女子姓甚名谁，是哎，这儿小姑娘于谦，哎嗨、啊、你这泼妇，这叫谁呀、啊、哪您就别、就是、这发但大鼓里边要想问个名字可麻烦了，一问一答的事情、啊、想问我的名字你且听了，您来吧，提起来我的家家道有啊，说吧，说我无名，道有名，高山上点灯，名头我大，带海里栽花，要跟那横，东洋海飘的来，木鱼的鼓敲一下儿，噔吧楞噔。四海扬名，您要问我的名和姓，整一整我的古板，咱们下本的接着再听啊，下回好家伙唱这么半天下回说呀，这也就是艺术创造可以哦，现实生活这儿行吗，不行吗，半夜三点于老师拿了四个包袱走在三环上啊，来警察同志一问您姓什么叫什么啊，高山上点灯，哎呦命头那非弄走不可啊，好家伙包子都吃不上，这话说的是还别人吃包子吗、啊、你我拿四个包子干嘛，我心太宽四个包袱你这个耳朵是不是头发长了挡着没听说过、啊、这些都不可乐是吗，最可乐的就是唱着唱着他要忘词了，那就算乱套了，好家伙刚才那还没乱，这还能乱吗、啊、你听有一个挺可乐的先生啊，哦唱着半截乱了啊，真忘词了，来周九良咱们听听，
同今宵江红啊，乾隆爷驾座在北京啊，听清楚吗？文仗着刘墉参国政，武仗着和珅和世龙，好，只接引左连城告御状，刘罗锅奉圣旨，他出离了北京城，没毛病，到这儿都没问题啊。对呀、啊，你往后听啊，来，上打着一把黄罗伞啊，下照着八抬轿一乘，轿里边坐着一个老道，老道仙风道骨，果然是威风。谁呀？而打鼓，这老道不是一个真老道，唱半天不是老道，吏部天官、名叫刘墉，想起来了，刘大人圣旨山东去、刘大人要去山东城，又悬，刘大人离了北京地，对，刘大人离了这个北京城，老是两遍。刘大人不往湖南的去，废话。刘大人不去山西太原城，刘大人不往两广的去。刘大人不去关外奉天城，你说他去哪儿啊？刘大人啊，他不走清河沙河昌平县，要说相声。刘大人啊，沧州县县，沧州县县，直接的下了山那东。哎，对对，刘大人，坐着那八抬，说你们站住，停住，我下轿溜达溜达行不行？这跟谁商量啊？刘大人迈开了大步往东啊走，奔东边了，走了一会儿又往南行啊，拐弯了，往南走了十几步，牛回头来又往西行，刘大人，对，刘大人怎么了？刘大人他是一个大人，全是废话。刘大人他走着走着，怎么样？他就站起来走啊。大人一直趴着来了，刚才打磨打磨土啊，说腰眼儿疼。废话，谁让你老撅着了？刘大人啊，嘿，哎，别甩枪了，啊，刘大人往前走来，用目观看，有一座民宅在面前迎，民宅用手推开门双扇，进屋了，里间屋不远在面前迎，用手推开门两扇，炕头不远的面前迎，这里屋了，刘大人迈步就把炕头上，哦，窗台不远，面前迎这位刘大人，电不宁要
酒吧窗台上，窗户纸撕了一个大窟窿，他跳到了院当中。这好嘛，绕一圈又出来了。嗯，坐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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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要老这么唱的话呀，这刘大人到不了山东。那可不是吗？啊，转圈吗？啊，他说的啥呀？这是、啊。我最喜欢观众坐底下说话。是吗？你要不说话呀，这没意思了。嗯。为什么说观众爱搭下茬？于老师知道吗？您说一说。你看周九良，你一上台，观众就老跟你说话，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吗？不知道是吧？这个刚才好多姑娘喊爱周九良，你知道这句话吗？他们都夸你好看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谁知道？是的，哎，他们说实话，他们爱说实话。观众为什么要在现场搭下茬？嗯，只有相声有，只有相声有。芭蕾舞你看都有搭下茬的吗？那在哪儿搭？交响乐你们搭下茬吗？是吧？不成，那得人扛出去捆在门口树上泼上水打。好家伙！只有相声，这是您各位喜欢我。哦，哎，尤其是这个在家看视频，人家都到现场搭下茬喊，我们是否也能喊一个？嗯，这是观众演员之间连接的纽带。哦，就靠这个。第六，但是今天啊，我不知道你们是因为戴着口罩的还是怎么着啊？嗯，起哄的不多啊，我准备带着你们一块玩一会儿，好不好？嗯，周九良负责指挥他们啊。哎，好多人在视频里边都爱跟德云社演员开玩笑，就喊这个。喊退票，哎嗨、哎、好，我找半天，我还说今儿没坏人呢，嗯，嗨、哎、好，这儿有，来，我指挥三二一，周九良，哎哎是吧？往常看见观众喊退票，你怎么回答？退吧，这让退啊？对，你要退就全退，别留俩耽误我下班。太棒了，哎，我是这么想的，嗯、要喊呢，咱就一块儿喊。一块儿喊，哎嘿嘿，我那天玩一回了，我意犹未尽啊。怎么玩啊？所以准备今天跟大伙儿咱们一块儿，也正好周九良也在这儿了啊。嗯嗯，咱们这样，九良、啊，哎，是吧？嗯，让他们大伙儿，我说开始，你们就喊退票。然后呢，你们一说退票呢，我得问你们，我说谁呀？你们大伙儿一块儿得拍胸脯啊。啊，我呀，啊，我得说这个干嘛呀？你们说退票啊？嗯，然后我说去你们的吧！啊，你们再说嗨，哥，好不好？好，咱们拿这当底了。这词儿你们记住了没有？没记住啊？你看我跟九良来一遍啊！啊，九良喊退票，退票！哎，谁呀？我呀！干嘛呀？退票啊！哎，就去你的吧！你得说嗨嗨。是不是词儿多了点记不住了？就说是呢啊，那咱们简化一下啊。啊，退票是你们的。嗯，我问谁呀？你们说我呀？我说去你的吧！咱们一块喊一嗨就得了，好吗？得喊出那个国营说相声的那个状态来啊！准备好了吗？嗯，来啊，预备开始啊！预备开始。退票。谁呀？我。干嘛呀？退票。去你的吧！